但这个沙子真的非常非常细腻，你看，真的就跟面粉一样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帆，我现在在广西北海，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北海的银滩，这是北海最为著名的一个景区，也是广西省最为著名的一片海滩。这片海滩之所以被称为银滩呢，是因为这边的沙质非常非常的细腻，非常非常的洁白。我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哎，你们看这个沙子多细腻，就跟面粉一样，你看看这个沙真的很细腻，真的就跟面粉一样。你们看到这上面有一些这种树枝啊，这黑色的树枝其实啊是旁边那个树，你看到了吗？这边还好一点，那边的树枝更多，就因为这旁边有一些像松树一样的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树啊，不知道是不是松树，像这样的树上掉下来的那种树枝，所以像这沙滩上就会有一些这种黑色的东西，但这不是污染啊，这个是没办法的，树上掉下来的有什么办法呢，对吧？不是人为的污染。但这个沙子真的非常非常细腻，你看，真的就跟面粉一样，你看看，对吧？这个叫银滩，还是实至名归的。确实，这个沙滩的沙子非常的细腻，非常的洁白。然后我们沿着沙滩，我带大家走一遍吧。这整个景区啊都是围住了，因为呢现在是疫情期间嘛，所以不能随便让人进来。你进来的话，只能从一个入口进，那个入口有人把守，需要申请门票，这个门票是免费的啊，然后直接扫码就可以申请，申请完了以后出示那个申请的二维码，然后加上你的身份证就可以进来了。我发现这银滩上面也有很多那个螃蟹，也全是螃蟹洞，就这么小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啊，真的很小，看到了吗？真的特别特别小，就那么点点大，看到了吗？也全是螃蟹洞，这地下全是螃蟹洞。现在是不是螃蟹繁殖的季节啊？为什么在这里也看到这么多螃蟹呢？我记得在三亚湾的时候也看到很多螃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银滩上的螃蟹洞，全都是密密麻麻，看看延伸到远方，一直到那边全都是哦。你看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有很多很多游客了，现在我是中午时间，我刚刚吃完饭然后过来，中午时间你看已经有这么多人了，你看看这个银滩如果到晚上的时候更不得了。你看一下这个海水，跟以前在海南旅游时看到的海水完全不一样，这个水质明显要差很多。三亚有五大海湾嘛，其中三亚湾的海水质量是最差的，而这里的海水质量啊比三亚湾还要差。像这种已经开发了很长时间的这个海滩，它的海水质量都不会太高。这个正好跟三亚的亚龙湾正好相反，亚龙湾是海水特别清澈，然后海滩不怎么地，然后这边是海滩特别洁白，沙滩特别好，但是海水不干净，正好是两个互补。而且这两个地方也很有意思啊，三亚的亚龙湾号称天下第一湾，它是海湾，是天下第一湾，而北海的银滩是天下第一滩，是这个海滩，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正好两个互补。你看看这沙滩上的人有多少，全都是人，这里玩这摩托艇的也非常非常多，这儿的人真的很多啊。之前在三亚的时候感觉人密集度最高的就是大东海了，但是我觉得这里的人的密集度比大东海还要高。这帮人在玩什么呀？玩沙子，你说小孩玩，这大人也在玩，玩得好起劲了他们。
是蛮有意思的啊，看。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这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。感受我的爱，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，随往事慢慢飘散。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多少人曾在你生命